小云啊，我真是不明白啊，既然那个续命天灯能够救活他们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布置灵堂啊？因为不那么做的话，铁拐李大哥会起疑心的。哎呀，对呀。小云，牡丹姐姐，小云，你别太伤心了。每个人都要经过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你要撑下去啊。谢谢你啊，牡丹姐姐，不要叫我姐姐，你可是我神仙呢。不过沮丧到底是凡人的事，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。我正好想找帮手呢，姐姐你能帮忙吗？对，她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守续命天灯。续命天灯？大仙，我娘亲跟妹妹真是命不该绝啊。愿意帮忙的人已经出现了。谁呀？白牡丹姐姐。如果我能够帮上忙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续命天灯熄灭的。太感谢你了，牡丹姐姐。牡丹。牡丹，你不要再纠缠下去了。我吕岩就算再穷，再没有志气，也不至于死缠烂打那么不要脸。牡丹，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，本来我对你已经死心了，可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想要忘记你是多么的困难。我吕岩自负一生潇洒，没想到今日却被情所困。但是回过头来看看，何夫人母女的无端受害。吕公子说到正题了吗？我想说的是，人生苦短，福祸难料，为什么不把握今天？也许明天可以回头呢。可就怕你我可能永远都看不到明天升起的太阳。牡丹，我求求你回心转意。你说你嫌贫爱富，可我怎么觉得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苦衷呢？只要你告诉我你心里有什么苦衷，我就可以跟你一起面对。如果你不说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但是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。牡丹，吕公子对我如此痴情，就证明我白牡丹还有些能耐。多谢吕公子抬举。东边，如果你知道了真相以后，你一定不会再要我。心里怨我，可是我真的不能逆天而行啊，也不能让小云做出有违天规的事。不过我会答应你们，我一定帮你们找到杀你们的凶手，让你们安息在九泉之下。找到凶手又怎么样？找到他们就能含笑九泉了？含笑九泉又有什么意思？你少来讽刺我，都什么时候了？是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讲大道理。小云等一下就要出来了，她看到你啊，就想到你那无情无义、见死不救，她不更难过吗？你还说，就是你不明事理的煽风点火，要不然她会怨我吗？哎，对呀，就你明事理，那你去把韩瞎子找回来呀！我就不相信你能把韩瞎子找回来。我找不着，当然啦，找不找得着韩湘子那得靠天意。我就不相信天意会帮你这种见死不救、自以为是、老是自以为什么都对的所谓神仙。是不是我找到韩湘子就证明我是对的？找不到就是你错。好，我去找韩湘子，找不到我不回来。那你找到韩湘子，我就给你磕100年的响头。一言为定。再见。哼。
快点快点快点快去呀。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他。看来你们神仙也跟凡人一样那么沉不住气，这么容易就中计了啊！你在侮辱神仙啊？不敢不敢。别多说了，快点开始啊！对，快。续命天灯共有七盏，需按照死者的生辰八字选出八门中的生伤杜景死经开七个门，并配合点灯者的八字选出其中一盏为主灯，再配合其他六盏灯展开天游续命的无上咒法。施法，请元神挡。分心，母女俩好今天晚上乘虚而入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容易就中计。你们这么笨的神仙怎么拯救天下苍生？我看是祸害苍生，那我今天就替天行道。不要杀他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到处找你们。韩忠林，你个贪吃鬼，幸亏我早知道你的诡计，早点回来，要不然的话你跟小月一起陪葬。哎呀，想那么多，他都打过来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别过来，不然我就把元神给毁了。不要，不要杀他们！你想怎么样？你只管讲。很简单，过去把他们两个人给杀了，我就把元神还给你，不然我就把元神给毁了，让你娘和你妹妹在地狱受苦，永不超生。小云，你可不要乱来啊！你擅自点天灯，逆天而行，为的是救人，玉帝还能网开一面。但是如果你为了一己私欲而杀害他人的话，那么你当神仙的资格就会被剥夺了。不当神仙无所谓，我只想救我的娘亲和妹妹而已。小云，你忘了吗？当初你为什么做神仙？你做神仙不就是拯救苍生吗？你不当神仙怎么拯救苍生呢？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，我还怎么拯救苍生？怎么当神仙呢？我当这个神仙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但如果你杀了白牡丹和吕岩，你就会陷你娘亲和妹妹于不义。你如果杀了白牡丹和吕岩，
那么他们就是因为与娘亲和妹妹而死，他们母女也难逃孽报啊。没错，小云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救过多少人呢？你忘了吗？难道你忘了吗？够了没有？你娘和你妹妹可是等不及了。小云，小云，你把元神毁了吧。我什么？你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妖魔鬼怪那也就算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可以无法无天，可你是龙王太子，难道龙王太子就不怕天网恢恢了吗？我娘亲和妹妹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他们是无辜的，如果今天你毁了他们的元神，你将来的下场一定比他们更惨。我不会怨恨你，我只会怜悯你，因为你不知道回头是岸。华龙，你收手吧。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三个笨神仙，这个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？本太子突然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你们好好把伤养好，我会回来再找你们，到时候咱们再好好玩玩。夫人两母女已经上路了，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。那只偷袭的大妖怪呢？被大仙他们打跑了。小云他们怎么样？都走了，他们说事态紧急，就马上启程去找韩公子了。牡丹，原来你一整夜都在这里守候着我。吕公子别误会，也别存有幻想，我见他们都走了，而你又受伤昏迷。